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听众呀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接下来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《猫和老鼠奶酪大战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》谢谢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就祝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！是的。别忘了吃咸鱼味的月饼哈。好，快速联机，十个人的房间，密码3489，微缩有471个。好，进来吧。猫和老鼠经典玩法：从厂中央的厨房抢夺了奶酪，带回自己的厨房吧。先到达10分的队伍获胜，我10分就获胜了。好家伙，你跟我都是老鼠啊，杰克。我是一只小老鼠，小呀小老鼠。不对啊，为什么我房主我是蓝队，房主不应该是红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不知道呀。然后这边有那个什么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戴帽子的杰克叫什么来着？这是剑客杰克、国王杰克，还有那个，这个是天使杰克吗？这个是那个，谁？那个他表弟啊。对对对对。走吧，咱们直接开始吧。这边跑酷过去，奶酪，哎呀哎！跑不过去。他不会是锁定视角了吧？好家伙，还真的是锁定视角了！这个视角跑酷确实有点难度啊。真的是太难了。好，稳点，稳点，兄弟们掩护！其实可以从中间，然后那个富贵险中球呀，险中球，看我的，教你们如何避开。教你们如何掉下去。这个东西不给面子的，神经病啊！好难呀！算了，我还是跑酷吧。气死我了！我刚开始还以为十分很简单，现在一想10分钟好难啊！10个奶酪哎，咱们可以放弃了。我想想，我好像也并不是很想吃奶酪。好气啊！再怎么都要拿到1分好吗？好，我开始认真了。呀！那个谁啊？哥，你试试把头，就是把那个视角放到头的那个位置，这样会简单一点。我已经找到诀窍了，小小的跑酷而已嘛。中间厨房，这里好像跳不过去，必须要从玻璃跳。好，稳住，稳住，漂亮！我去，又是玻璃那里。我的奶酪呢？奶酪。奶酪，奶酪，哥，奶酪，好家伙，只能带一块，过分了！完了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觉得吧，这个，从这里过去好像，我的奶酪没了。掉下去了，好气啊！为什么还有死亡掉落这个东西呢？最恶心的是，它锁定视角了，真的是。
哎呦，稳住！哎呦，稳住！哎，哼，还想把我挤下去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有人抢到一个男的，帮助他去。好，我也抢到了。他第一个掉下去了。快走！原路返回。稳住！第一块奶酪，我来了！啊！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这游戏好难！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根本没打完！好菜啊，我们！我已经有两块奶酪失之交臂了，我连奶酪的味道都还没闻到。不要一起跳，会挤下去的。我跳！我话音刚落，我就被挤下去了呢。哇，好恶心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氪金了。加油！迷你偷心阵。好，我要从传送门过去。啾！咋回事？我怎么传送到猫这里来了？他的意思是直通老窝。我这我过来干啥呀？不知道。好家伙，还浪费我15个迷你币，吐了。猫应该可以去接奶酪吧？作者，你给我出来！过分。约了，哥，咋？我刚发现一个方法，我从那个就跑酷的地方，然后跳到这个弹的地方来，来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但你往回跑啊，问题是往回跑啊，往回跑就被弹回去。耶！我有个奶酪啊，兄弟们。给点面子啊，让我先回去可以吗？别挤我，孔玉，你挤我干什么？走开！你怎么跳得过去？这么远？试下。我有一个小淘气。我跳过来了，我跳过来了，对吧？我跳过来了，来，一块奶酪，一块奶酪，咱们一块奶酪决胜负，降低下标准。你的要求好低哦。开始了，我狗蛋要过去了，狗蛋可以啊，狗蛋可以啊，我终于捡回来一块，加油，好，我也快到了，加油，慢点，啊，两个人都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。两分啦！放桌子上了。好 ，OK， 快加油！还是有希望的。不要挤我这个孔鱼。咦一定要稳住，不要挤。嗯。嗨！好，继续投奶了。他们猫好菜哦，菜的抠脚、哦。估计他们猫都没有把我们当回事。OK， 第三块。一。哦，可以。
他们毛都心态崩了，你看，你看他们口欲变金黄啊！不玩了。气死我了，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哥哥哥，我这里有奶酪，你让让我。好，我从这边，我从这边走。哎，让我，让我，让让我，让过去。好，走。本来他不挡着我。本来他不挡着我的话，那块奶酪已经送过去了，气死我了！啊，我送过来两块，我真是 nice。咦，好，稳住，不要挡我的路啊！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够了，三块，我们俩一人一块，剩下的帮剩下一块，大家一起分。那么咱们结束这期了吧？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